首批 BNT 疫苗即将抵台，这批疫苗将优先给12至18岁的学生接种。由于最近民调显示，蔡英文在年轻人中的支持度大幅下跌，民进党多个派系的民代29号呼吁为18到29岁的青年族群安排接种。民进党正国会派系的民代陈亭妃等联合发表声明表示，要求为即将开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接种疫苗。大学生跟研究生可以说是跨县市移动的比例最高，而且活动力最强。如果在开学前没有办法打到疫苗，就会担心跨县市移动的风险，还有群聚活动的风险。英系的罗志正等也呼吁为18到20岁的年轻人接种疫苗，不要让他们成为疫苗孤儿。指挥中心在规划整个优先施打次序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年轻族群能够列入一个优先的一个可能性。国民党民代则认为，民进党是看到他们的主要支持力量年轻人快速流失，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动作，就是为了巩固他的年轻选票，年轻的支持度啊，雪崩啊。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正浩表示，前不久民进党内的英系与正国会派系刚刚因为五倍券的问题向台行政机构施政表达不满，现在这两派系又为疫苗议题再度出声，形同两次发动倒戈，说明民进党党内派系斗争非常激烈。但英系民代罗志正否认是派系斗争。不要过度的去解读这个所谓派系之间的政治的斗争哈，正面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政策的这个诉求跟主张。台湾民众则质疑，没有疫苗的时候，也没有见到民进党民代联合声明要求购买足够的疫苗，现在看到民调下跌，民进党才真正感受到了执政压力。